小禅，对不起，要是不把你供出来，他们就要消灭陈塘村。李小渣，你小子竟敢对我夜叉更龙的人动手！放肆！你那是什么眼神？领主大人，线人交代，那小子想去找昆仑。哼，这小子很可能是反抗鹰帝国的昆仑的人，不然区区村民，给我走开！哪来的胆子？找个地方公开处刑，引他的昆仑同伙来救。大人，要不就陈塘村吧。好主意，正好杀鸡儆猴，把他带走。对不起，别哭了。你不是要保护村子吗？你要振作起来。少废话，你不走。李小昭，大胆，少给我碍手碍脚。天狼爪，你是什么人？这与你无关，赶紧离开。等等，难道你是昆仑的人？真是不知好歹，在我们伟大的北龙王的庇护下，你们只需要付出一点点劳动就能好好活着，可没想到小渣哥哥，李小渣居然有人勾结昆仑，破坏这份和平美好的生活。胡说八道，侵略我们，逼我们累死累活的挖矿，这算哪门子的和平美好？你们就是些大坏蛋。你说什么？住手，别着急。这是把矿石炼制成能量积木的转换机，我一直有个问题，要是人进去了那会怎么样？说，你的昆仑同伙都藏在哪儿？我不知道你在瞎说什么。那你就等着变积木吧，启动。领主大人，李小渣没出过远门，不会知道昆仑的。这个给你，求你放过小渣哥哥。哦，那小子好像是因为你才会反抗。放开他，我叫你放开他。快说，不然这小妹妹可要成积木了。我和昆仑没关系，你又说什么？记住，这是你害的。住手！真碍事，先收拾你。这战甲，昆仑果然来了。恶龙兵，上！可恶！看这儿！小渣哥哥，快离开！你们也会遭殃的。我不要。阿初。快，我撑不了多久。我们也来帮忙。一二拉，你们想救人问过我夜叉更冷了吗？
小心！乃天命，溃败消亡就是你的命运。命运，原来这就是我的命运。开什么玩笑，我的事情凭什么由老天来决定？命运，命算老几，我绝不认输，看我把它打个粉碎。你要屈服还是继续燃烧？废话，给我烧起来。很好。小家伙，灵珠和他合体了。还看什么？动手！火莲觉醒！飞燕学院！杨天，召唤机神！天眼机神，招来！人，一起射击，消灭昆仑！凡人，火莲机神，夜叉跟龙，我
饶不了你！这古龙，给我上！是，全力攻击！小喽啰，给我一镖局！飞燕旋刃！精神，让他瞧瞧你真正的厉害！霸元枪，这就是封神金木的力量，封神金木的力量这是妖狐九姐的攻击，快，所有人马上离开，攻击范围太大，来不及了，可恶看我的，回来，别想碰大家！